本来今天高高兴兴的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我走那么长的路，就要去买大黄酥，结果到的时候，你冲老板娘说：“对不起，卖完了，下次请走。”难受。香菇真的好难受，香菇，你也在对我打不平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明天去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明天去买，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？对，好，那亲个，啦，